好，最近天气很热哦，大家晚上都在开冷气哦。同时呢，每一次开冷气都会想到台湾到底缺不缺电？那我们的能源政策到底是否真的应该要跟上脚步，要来转型呢？来，学者说话了，这位是前中研院长李远哲哦。他自己都透露说，赖清德找他现在呢去担任国家气候变迁委员会的顾问。那同时呢，李远哲也力挺童子贤的挺和说。我们先来看下去。那这个委员会里面呢，副召集人童子贤现在的顾问李远哲，他自己也大赞，他觉得童子贤讲的很有道理。核能虽然有缺点，但是比起温室气体排放造成人类灭绝的大灾难，目前还是有需要的。他说跟赖清德见过两次面，他不是不了解台湾的现况，而是身边有许多的压力。好，所以说民进党现在能源议题是否要大转弯呢？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网友说，全人类灭绝是比得上抗中保台吗？看来赖清德想转弯，但是英系不给转。好，教改被骂了20年，再被台派骂20年。好，不过话说回来，当然大家都想知道到底核能是否是台湾需要的，因为这不只是能源议题，而且呢这还攸关了AI 以及呢外资的投资台湾。立委王鸿薇是认为，其实赖清德就是在给民进党的基本教义派打了一个方向灯，未来呢核能研议修法通过就可以解除这个紧箍咒啦。但是立委徐小清认为，这还是民进党的阴谋吧，要民进党当刹车，要国民党当刹车皮，因为自己没办法放弃非核的神主牌啊。他昨天也要求我说，他要我当顾问，我当然很高兴了。以我们目前的气候的变迁看啊，人类如果不努力，将会从地球上灭绝。而这灭绝最主要的可能就是热。童子贤谈到核电，我非常赞同他的看法，我们可能要认真的面对。核能发电厂的使用，院者说法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好，现在民进党政府愿意让我们现在整个的法律通过之后，然后他们就可以启动相关的程序。所以透过童子贤跟李远哲的发言，也在试对外的风向。我觉得某一个程度也是要告诉民进党内的一些基本教育派，或者现在还在拥护非核家园的这些民进党的人士，是赖清德在打一个方向灯呢。7月份你可以看到1号机组，好，他的研议看起来势在必行。但是只要我们现在把这个紧箍咒拿掉之后，他就可以重新评估。我觉得民进党这一块永和神主牌，那基本上如果他们直接选择抛弃的话，对他们的基本盘会有伤，所以他们一直期望国民党来强势推动，然后来当他们的刹车皮。然后他们要骂呢也是骂国民党，然后但是要拿呢，那我们的台湾电又够，所以这就是民进党现在看到的阴谋。那我觉得既然知道他们的想法是这样，那就不应该迎合民进党的想法，那否则到时候他们又会说没有缺电啊，可是不会去思考说那其实核电的部分是国民党帮他们保留下来的。是不是真的要转弯呢？当然会有一些端倪啦。不过现在呢，事实上我们要面临最紧急的就是核三厂的1号机7月要进入除役了，电力缺口当然会更加的吃紧啊。好，我们首先一个来看哦。昨天呢，在立法院外面呢，在这个暨南路那边有一场抗议，主要的诉求就是反对核电延役，拒绝草率修法。但前环保署的副署长詹顺贵，他的意见是，只要发生一次核灾，台湾将不再宜居，所以坚决反核能。民进党如果要改为永核，让核电厂延役，应该光明正大讲出来，让不接受的民众用选票来淘汰。那民进党到底是否也为了错误的这个能源政策，现在要来回头呢？我们先来看有一个端倪，就是立院的这个教育文化委员会来排审核子反应器设施管制法的一个修正案。好，这当然就是跟民进党的这个非核家园呢是完全不一样的立场。但是这次哦，民进党没有来杯葛议事，然后民众党团也表态支持哦，这是否就是一个转弯的一个契机呢？那同时啊，
整个核电厂的除役时程，大家都觉得做法拖拖拉拉，一下子因为可能有能源危机又延了又怎么样的。那立委葛如君也炮轰说，政府的能源政策叫做九弯十八拐，互踢皮球，而且是两手策略，现在也搞得民众一头雾水。核三除役，2021年就提出除役的报告，现在还卡在经济部，还没有办这个所谓的公听会，连环境部许可的环评报告也没有拿到。说实在的，到底经济部台电根据这个核一厂的除役这个审议的时程，你们到底要多久才有办法进入到这个审议？我只请问一个，核三厂除役在2025，你们预五月底有没有办法拿到除役许可？我们有很多行政程序的审查，还有安全的审查、环评的审查，这个都不是我们事业单位能够。那谁应该负责？你认为台电？你认为应该是谁来负责会比较？来做一个更主导性的一个规划。那个跟委员报告，我还是要说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这一些相关的议题，就是有这些审查，像环境的影响评估，我们也不只是这些厨艺的问题审查很久，我有一大堆案子都审查。是，所以我就告诉你嘛，你一方面宣称要非核家园是不可不放心的目标，可是真的核电厂要厨艺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是拖拖拉拉。科技巨头都非常关心电力的稳定，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各种踢皮球的状态啊！然后呢，我们的赖总统左拥右抱，啊，一边是能源政策九弯十八拐、修正再修正的郭部长，另外一边总统府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从反核转向挺核的童子贤副召集人，大家一搭一唱，忙着唱一部民进党与非核家园有缘无分的大戏。一直说啊，不是不爱啊，只是迫于无奈啊。520到现在两手策略让民众看得一头雾水。现在我们在讨论核电厂研议的时候，还是说得不清不楚，说国外的状况没有研究。好，民进党一直坚持的非核家园政策是否有要转弯的迹象呢？中研院的前院长李远哲其实最近受访的时候，他有透露说他赞同童子贤挺核的说法，他认为核灾跟全人类灭绝的气候变迁问题是没有办法相比的。在野党认为可能是赖政府的能源政策要准备转弯的讯号，还没转，准备转弯。那么今天呢，其实国民党有提案修法，希望让核电厂能够延役，到底能不能成？我们一起来看详细报道。气候变迁委员会的童子贤说，民进党反核搞错对象，排碳、全球暖化才是最大敌人。将担任委员会顾问的李远哲大赞童子贤的说法。气候的变迁看啊，人类如果不努力，将会从地球上灭绝。虽然核电它有缺点，但是呢，核能可能带来的灾害跟全人类的灭绝还是不能比的。不但是要研议啊，可能要研究怎么样设立新的不同的原子能发电厂。我尊重院长的这个发言啊。说相较核能风险，全球暖化带来的极端天气更严重，难道政府对核能态度准备转弯了吗？我认为这确实是赖清德对外的一个试水温带风向的，所以透过童子贤跟李远哲的发言，某一个程度我认为赖清德在打方向灯呢。他们也知道现在电力不够用了，所以他们一直期望国民党来强势推动，然后来当他们的刹车皮。蓝委提案修法想为核电厂研议解套，但核安会说核三厂一号机组7月27号还是要依法除役，法案又是通过，什么时候能恢复却不明说。法条过的话，什么时候可以恢复吗？核三，好，来，核三的1号机跟2号机什么时候可以恢复？9点了哈。现在幡然悔悟，重新改正能源政策的错误，台湾已经晚了10年了。先知先觉，马英九的话不听，听后知后觉李远哲的话，不要当一个不知不觉的民进党。9号晚上，立院场外还有废核团体在抗议，网友狂吐槽：好啊，那你们带头续费不要吹冷气。台湾每人死于核辐射，却越来越多人死于肺腺癌。台湾缺电又反核，这根本是打脸活动。民进党狂喊非核家园，如今专家纷纷跳出来挺核，台湾到底缺不缺电？答案似乎已经非常明显。记者杨杰、曹丁涵采访报道。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2-3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